是今天来是非常激动的，但看到这个很多校友啊，都是像跟母亲过生日一样，超级开心啊！然后呢，感觉回到了自己原先大一时候的生活。1962年入学这个附中，当时是在南山路。안녕하세요，你好，我是翠南选，来自韩国的，然后已经过了15年时间，一直在杭州，然后到今天来这边，感觉挺好的。然后我今天拿到这个包包也高点。辛亥革命纪念碑我做的，萧山的32米的那个革命烈士纪念碑我做的，黄宾虹纪念馆的黄宾虹像是我做的。校越来越好，桃李满天下。母校越办越好，越办越强。那我也希望中国美院了，中国美院我们的母校以后发展越来越好，同时呢也桃李满天下。愿母校更加强大，永远辉煌。希望我们中国美术学院越办越好吧。